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， 我是一名医师。哺乳汁你听说过吗？今天我们来聊聊哺乳汁。哺乳汁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宝之一，它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热带雨林。哺乳汁最具有营养价值的地方在于菌核这个部位。哺乳汁最主要的功效是补肺，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肺很容易受到邪气的影响而出现一系列的疾病，哺乳汁还能改善呼吸道以及敏感的症状。哺乳汁，天地精华，补肺益气，